游戏巨头索尼以其经典的单人游戏体验而闻名，现在正 embark on a mission。他们想在利润丰厚的游戏及服务市场中分一杯羹。这些游戏凭借其持续更新和微交易，承诺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。但索尼在这个领域的成绩顶多只能算是差强人意。还记得吗？它原本应该是他们的旗舰服务型游戏，一款雄心勃勃、规模庞大的太空歌剧游戏。但它却一败涂地，让许多人怀疑索尼是否能够破解服务型游戏的密码。现在，他们带着以抢劫为主题的多人游戏卷土重来。这款新游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多人游戏，它还融合了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深度的角色发展，试图吸引那些喜欢单人游戏的玩家。索尼希望这种混合模式能够打破他们之前的失败，并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。能够成功挑战失败的地方吗？答案将对索尼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。索尼渴望从服务型游戏市场分一杯羹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这个市场的潜力巨大，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像和这样的游戏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，让玩家持续参与游戏多年。这种长期的参与转化为稳定的收入来源，而这是传统单人游戏所缺乏的。然而，索尼之前的尝试如已经招致了怀疑。游戏玩家和行业分析师都在密切关注，渴望看到索尼是否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。这次，索尼不仅仅是推出一款新游戏，他们还在背后投入了大量资源，从技术到市场推广，无一不精心策划。能否扭转甘坤，成为索尼第一款真正成功的服务型游戏？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，但如果成功，索尼将重新定义他们在游戏行业中的地位，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索尼的最新赌注将玩家带入一个风格化的虚拟世界。想象一个抢劫，不仅仅是为了偷窃财富，还包括数位影响力和吹嘘资本的世界。玩家团队将制定策略，并执行精心策划的抢劫，制胜敌对团队和控制游戏虚拟世界的影子组织。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概念，融合了合作游戏玩法和竞技快感。该游戏承诺将打造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，定期添加新的抢劫、角色和挑战。玩家将能够探索不同的地点，从高科技银行到神秘的地下设施。每个抢劫都会带来独特的挑战和奖励。游戏中的角色各具特色，拥有独特的技能和背景故事，让玩家能够深入体验每个角色的世界。但这足以吸引玩家并避免其前身的命运吗？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。乍看之下，似乎与的科幻世界截然不同。然而，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引发了游戏玩家之间的争论。这两款游戏都强调合作多人游戏模式，要求玩家组队应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。两者都承诺在游戏发行后会提供稳定的内容更新，不断发展游戏世界，并保持玩家的参与度。而且，两者都被定位为索尼服务型游戏战略的关键支柱。这些共同点让一些人将两者进行了比较，并引发了人们对会重蹈覆辙的担忧。尽管最初炒作的沸沸扬扬，但未能成功升空。该游戏承诺了一个广阔的共享宇宙，玩家可以在其中探索星球，参与太空战斗，并建立自己的星际帝国。然而，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。技术问题困扰着游戏的发行，错误和伺服器不稳定让玩家感到沮丧。该游戏的宏大愿景似乎与之背道而驰，导致内容显得肤浅且重复。最重要的是，难以找到自己的受众，未能吸引到那些构成成功服务型游戏命脉的忠实玩家。最大的败笔之一是其激进的货币化策略。虽然该游戏是免费游玩的，但它却用微交易轰炸玩家。服装、物品、武器，甚至游戏优势都被锁在付费墙后面，
创造了一个让许多玩家感到疏远的付费赢家环境。持续不断的花钱压力让人觉得不是滋味，掩盖了游戏的积极方面，并导致了它的失败。成为了一个警示故事，证明了如何在免费游戏中错误的实施微交易。的叙事方式也遭到了批评，一些玩家指责他推行觉醒主义议程。游戏中多元化的角色阵容和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，被一些人认为是说教式的，而且过于刻意。这些少数群体声称，游戏的叙事方式疏远了一部分潜在玩家，进一步导致了游戏的失败。无论这种批评是否合理，它都凸显了在当今两极分化的游戏环境中处理敏感话题的挑战。尽管的阴影笼罩，但人们对仍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。有报道称，索尼内部的评价非常正面，据说开发者对游戏的核心玩法循环感到兴奋，称赞其独特的融合了抢劫机制和竞技多人游戏模式。游戏的视觉风格，一种充满活力和风格化的虚拟世界，也赢得了赞誉。这种内部的信心虽然不能保证成功，但表明索尼的可能真的与众不同。第八部分，持怀疑态度的玩家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尽管有积极的传言，但玩家对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。失败的记忆犹新，许多人不愿再被烧伤一次。人们对游戏货币化策略的担忧十分普遍，会不会重蹈覆辙，用付费赢家的机制轰炸玩家？的成功取决于索尼是否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。第九部分，从过去中吸取教训，能否打破循环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，索尼必须解决困扰的关键问题。首先，需要一个顺利的发行，技术问题和伺服器不稳定会迅速侵蚀玩家的信任和好感。其次，索尼必须在货币化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虽然微交易在服务型游戏的世界中是不可避免的，但他们的实施需要公平，并且不能影响核心游戏体验。最后，索尼必须确保提供引人入胜且有益的游戏玩法循环，让玩家能够长期参与其中。这意味着不仅要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和角色设计，还要有多样化的任务和挑战，让玩家不断探索和发现新内容。此外，社交互动和合作模式也是保持玩家活跃的重要因素。索尼需要创造一个能够促进玩家之间互动的环境，让他们感受到社群的力量和支持。只有这样， Fair Game Dollar 才能真正打破循环，成为一款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游戏。第十部分，索尼服务型游戏雄心的未来，一场平衡的游戏的成败对索尼来说意义深远。一款成功的服务型游戏将使他们的产品组合更加多样化，减少他们对畅销单人游戏的依赖。它还将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，让他们能够投资于更雄心勃勃的项目。然而，又一次备受瞩目的失败可能会损害索尼的声誉，并让他们在未来对服务型游戏犹豫不决。赌注很高，游戏界都在密切关注。第十一部分，结论：一场值得关注的抢劫，对索尼来说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考验。他们能否破解服务型游戏的密码，并在这个不断发展的领域中确立自己的主要玩家地位？游戏独特的设定、积极的内部反响以及从失败中吸取的教训带来了一线希望。然而，人们的疑虑依然很高，索尼必须谨慎行事，避免重蹈覆辙。抢劫已经开始，全世界都在关注索尼是否能够成功。